原来不老女神潘迎紫不是71岁，她终于跳出来澄清真实年龄，其实只有网友瞬间傻住。原来不老女神潘迎紫不是71岁，她终于跳出来澄清真实年龄，其实只有网友瞬间傻住。有不老妖姬美名的潘迎紫，根据媒体资料，现年已经71岁，但每次在镜头前亮相，却总是越变越美丽，完全不老的脸蛋，白皙紧致的皮肤，还有一双纤细的大长腿，几十年过去，依旧还是粉丝们心中的娃娃。图片来源潘迎紫微博。潘迎紫当年因为主演《神雕侠侣》打开在台湾的知名度，之后主演的电视剧《一代女皇》《浴火凤凰》等收视更屡创新高，只要提到潘迎紫就是票房保证。图片来源新浪娱乐。几十年来，她的外表都没什么变，强大的保养功力和出色的冻龄美貌堪称是美魔女十足。虽然她矢口否认，但这不符科学的逆龄容貌让网友们都不禁怀疑一定有整形。图片来源潘迎紫微博。近日潘迎紫突然在微博感慨澄清自己的年纪并非媒体所写那样，他写道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一切从心出发，如果你的心衰老了，即使只有30岁，看上去也会像老人家了。图片来源潘迎紫微博。他无奈表示，最近和妈妈一起过节时念了段自己的新闻，没想到妈妈竟疑惑地问，怎么把奶加成71岁，这样我不就100多岁了。一番话让他笑了，只好赶快发文澄清真实年龄。图片来源潘迎紫微博。现年只有67岁的潘迎紫，比媒体报的年龄还要小4岁，但许多网友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，年过半百的艺人还能保持如此美貌，可能就像他所说，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才是真正的美丽秘诀吧。67岁还能保养得这么好，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啦。